陶雕技艺就是一个刀尖上的艺术，在雕的时候需要很强的这个手力以及眼力，要顺其自然，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去就是破坏重造。一开始的构思都应该成竹在胸。我是刘铁成，从事核雕雕刻技艺十几年，是中国核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做一个完整的作品，首先需要构思，然后呢，我们再选材。一般情况下，我在选材的时候都是选了一些个异形核，这个异形核呢，它果核呢，它就是不是非常的周正，比较奇形怪状的这些个果核，对雕手的水平要求比较高。不是说我想做一个什么，而是这个原材料适合做一个什么，怎么能够把它的缺陷转成优势，这需要作者就是好好的去构思。每一个盒都是独立的造型，它的所有的作品都是唯一的。核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要是有思想的去做，而不是机械的去复制。我们就是以一个加法的这种形态去赋予它，赋予到这个作品，把它的外在的形态以及内在的灵魂赋予这个特殊的材料，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。作为这个非遗的传承人呢，我有责任有义务，就是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，让它发扬光大。